Science Monster 警报，为秘密工作室，捍卫生之秘密咒。萧敬腾的刚刚那个，没有。现在很多越南人都很像韩国人。哎，对，我刚才想讲像韩国人。是韩国歌吧？韩国歌。对啊，韩文歌啊。有 feel 有 feel。这个男生身材，这个男生的身材我还看不太清楚。不生气了，我觉得接下来会找教训一下之类的。要很生气啊，让他拿棒球棒。不过我觉得台湾的传统，跟我应该也算是最萌身高差。如果在我旁边的话，这个电卷棒我喜欢。不是在选妃，不要那么认真。你们爱到人家了吧？看出重点了吗？为什么要反他？为什么要反他？我真的好像萧敬腾。但我们排场很大哦。我赌男主角要跟女生在一起。动画特效。乖，男的一定有问题。你从一开始看到现在，他只要生气都拿食物出气。哦。我以为。哇。好悲愤哦，正朝平那首的画面。为什么会有什么动物啊？好难哦！啊，我在画什么？为什么会叫一个唱歌的团体啊？其实我这个神情表达非常的完美，商业概念，他直接从他头上直接插下去。你这什么？水族箱啊，敲下去的那个鱼儿，没有动。我觉得你画很好哎，很有立体感。好棒哦！早知道我就只要画那个球棒的下半部这样子。哒，这是惊叹号的意思吗？就是那个女生好像啊，怎么讲啊？哇，超级冰箱不是，这是手机。等一下你们手机的比例也太大了吧？你不要吵，来看看你的。还有哎呀，还有哎，又不是。刚刚他们在那边在沙发上，然后这样子，我也很注重浪漫的部分。刚刚很后面，小米呀。男生捧着女生那一秒，我觉得很美。章鱼吗？还是？哦，很美的，直接把它吃掉。插了一只鱿鱼，插下去的时候，那个黑色的血爆出来。那我这个话就非常明显，这帅哥有没有？帅哥，他六块肌在这边，他被绑在桌子上，他给我的感觉是吃我吧。这我以为是他刚那个，来走，媳妇，完了，我在倒那个水，你知道？啊，对，不是，完了，重点是我是画出来的，慢。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支持 Sirens 蓝色警报，可以搜寻我们的 Facebook FIRENS Sirens， 然后蓝色警报，天空的蓝色警报器的警报。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大家能够帮我们订阅哦， follow 我们，谢谢。当然，我们还有 Instagram， 搜寻 Sirens Vocal Band 英文版的 Sirens 蓝色警报， follow 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的小好玩的游戏在里面，记得支持我们。大家好，我们是未命名工作室，我们主要是在 Facebook 出没，粉丝专页搜寻未命名工作室 Unnamed Studio。 Unnamed Studio 怎么拼呢？UNNAMEBSTUDIO， 没有错。然后我们的 YouTube 也是一样的，我们的 YouTube 订阅蛮少的，所以希望你们踊跃的订阅我们。拜托。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伴我一生。我们拍的影片呢，几乎都是以人生小剧场的方向为主题。我们每个礼拜二晚上呢都会上片，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随意我们的 YouTube 跟 Facebook 频道。谢谢大家，伴我一生，伴着你。然后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只要搜寻"明明就 MG"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谢谢。